下回你怎么用？在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呀，我就去化了个妆，怎么样，美吗？对了，诗意，你看我今天新晕染的眼影怎么样？嗯，是不是超自然的？哦，美吧？哦。你眼睛有脏东西。那双眼皮贴谢谢。你找我干嘛？今天没有训练啊？哦，我单曲出来了，还没有给别人看哦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。走。正好听，我可以单曲循环听一年。听一年就不听了吗？不是啊，一年以后的话你肯定就出新歌了吧，一年以后你肯定特别火，他们不是都说你条件好吗，到时候估计你的时间就很少了吧。反正董事长说了我可以谈恋爱，只要公司答应了就没那么麻烦。公司不答应也没关系啊。公司不答应的话就很严格的，根本见不到你，你也没办法见我。公司不答应的话呢，我就把你们公司买下来，嘿嘿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谈恋爱了吧。嗯，你可别忘了我可是富豪的养女，很有钱的。那你以前呢是什么样？你一直希望我记起来，因为那些对你很重要，但是我梦到的都是一些零星的碎片。我已经拥有了比所有人都要长的过去，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，我要把过去那些通通打包送走，过去你是谁，过去我是谁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此时此刻。果然啊，李雪琪活了那么多年，还是会死在同一个男人手里。那我走了。你站着别动，那个车好像跟踪过我，我过去看一下。没事吧？
能看到我。醒了，我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特别能睡，而且还睡得特别熟。睡得安稳的话是好事儿啊。人呢，就是要在该死去的时候，潇洒的去死。就这样，你来到这里就好，我自己进去。